你看看牛。我没说我呢，我家四十万牛谁信？这牛可是纯当地牛。你看这犀牛，这牛是假。这牛你看这么俩牙吗？嗯，俩牙，这俩牙，这确实俩牙。哎，大哥，你这圈里头垫这么些草，这啥意思啊？啊、哦！啊、哦！后头草包，这草包都拉走了，都拉出去了，是没了。你看那趴草包上头了吗？啊，咋还搁这里？哎，这牛搁这里趴着好啊！那得是脑子，脑子它身体省发凉啊。这家这不这牛搁这里趴着显老虎了。哎呀，这些牛犊子！哎呦我的妈，真好啊！那这些玩意儿，这几个都得是成棒的呀，啊，都是成棒的，都成棒的。你看人家这大哥，这你要说不是自翻自雅的，谁能信呢？确实就是自翻自雅的，这牛犊子，你这。我今年靠的是。啊，今年能卖多少几个牛犊子？卖了十四个，还有十三个。对，那十四个卖多少钱？二十多。28万，28万多吧。那一个够2万。那我身上还不能卖呀！我跟你说，那卖那8、19万，那合多少钱一个呢？你不是你那十四个里头小公牛占几个？小公牛在仨。啊，母牛多。对。那可得，那够2万的。三个小帮蛋的，这都小牛。卖十。卖十四个，圈里头还有十几个，27个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这牛让你养成功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去的卖32万。卖牛犊子？那咋的？我这肉这43个，这肉给43个韭菜卖了，我给你出多少钱？啊？你说是40多万？嗯。没卖呀，那这卖了，这还有呢，还有要下的呢，这还有5个，还有7个下的。嗯，你算多吧？你这一年得出多少钱？他咬不好，那个一整不掉犊子就死了，他能挣钱吗？嗯，他都说养牛靠养，那谁来到这家都得说，哎呀，这老头养牛养的好呢。他不是说好，他那玩意儿还得干。我天天4点半准备起来，到那喂牛，6点多钟完事儿。哎，这些牛都你自己喂啊？啊，11多的吃。到1点半来喂那堆儿，都有数的，天天地饱。你能喂过来了吗？喂过来了，我这那月上院，我那个大沙驴子啊，电动一车，这帮牛是6袋了，这帮牛啊，那帮小2岁的是2袋了，8袋草够了。对，都有数了。咱家这玩意儿他妈一个人伺候这家50来头。这玩意儿也是养一头也是养，养两头也是伺候啊，一个养也是干，两个养也是放。你记住，你要结婚一个大牛，你一年就把头招着，你这个牛白喂。那白喂。你得搭钱。还搭钱。你要是要有个牛犊，你要是不管是个莽子还是个牛，你去个3000、4000的，你哪个牛你不得剩7000、8000的？你小牛不得剩10000吗？那得。你得这么算计着。这小公牛现在这个价格也得挣7000呢。你卖1万、1万2、1万3，你去4000、5000的，你不还剩6、7千呢？嗯，这小公牛，你像母牛卖1万5、6，有5000够了不？剩1万吗？嗯。现在这个牛行掉了也挣钱，利润也不小。哎，你养少不行，你养3个2个你白扯。你看人老大哥这牛养的，养牛时间不长，养了才养6、7年是吧？6年吧，6、7年。六七年光景，自己发展的现在这么些牛，这真是母牛下母牛，3500个头。你看，这圈这么些，上圈还有那么些啊，加一起50多头啊。哎，现在人家就是发展起来了，
干出名堂来的。牛的本钱早就出来了，现在都下牛犊子、去到草料啊，都是正的。这现在是咋干咋有理了，咱们养牛能养到人家这水平，这算属于成功人士了。